近日，小 S 和妈妈共同录制节目，在采访中 ，S 妈夸女婿鞠俊晔非常 nice， 脾气非常稳定，一见面就像一家人。小 S 爆料鞠俊晔被他逼得一天到晚说神经病。S 妈补充表示，女婿很好玩，如果他想骂小 S 是神经病时，先会跟自己道歉说对不起。一天到晚被我逼到说神经病，可是他很好玩，他骂他神经病的时候，妈妈对不起，神经病啊。